耶，这个黑娃不得了，把这么大条狗逗起耍，黑是黑有性格。哎，我再看这个视频看看。嘿，不得了了不得啊，这个老鸡真的是胆子大不怕火盆大，这个蜗牛他都敢抱一下，你看哇。呀，你怎么不给他点赞呀？我给他点啥子赞嘛，我也帮这个美女点赞。我再看看。哎呀，那个又刷到我自己了嘛。哎，这个女儿我不给她点赞。为啥子不给她点赞？我每次给她评论她都不回复啊，我还给她点个赞，我给她点个乌龟王八蛋还给她点赞。哎呀，这个老鸡才搞笑啊，买个新手机也发起出来炫耀一下。好不得了嘛，我最近还不是在网上花了4000多买了一个新的 iPhone 11，到时候我也要发起出来显摆一下。你在说啥子啊，年轻人，你的思想好危险呐、啊！你4000多去买全新 iPhone 11，还不如去转转 APP 买二手 iPhone 12，还能多用几年。你现在手上这部就是我昨天买的。哦，搞到半天，你小伙子这个手机还是个二手手机啥？我还以为是新手机呢。说不定视频里面这个老鸡也是整这个二手手机哦。那很有可能嘛。还好皮是拿出来显摆，我马上就去整一个。你个句子一点就通啊。那别说的嘛，家庭贫穷不敢乱动，最主要的是乡音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乡音都不说，主要是好用啊。要得要得，我等会儿就把它推倒。你这上面美女太少了吧，你看啊，这个翻来覆去的这个全是塑料。你个呆舅子坏得很。